别动手！快走！别动手！快走！我哪怕经过牢，我要打死你！快走吧你！我听到过，但是我得解释。你别犟了，赶快走！我告诉你，我要打死你！我留下来跟他们解释好不好？你赶快走。大姐啊，哎，跟齐恒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不想见到他。老周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你见不到他，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事儿跟他没有关系。好，周，这个吧，别再伤心了啊。妈妈，我可以了。哎，干嘛呢？你们，你们怎么打人啊？你们别打了，再打我报警了！我报警了！走。喂，什么？好，喂，古伦。喂，马姐，出事了。你等着我。何建雄，你们先别着急，齐院长正在检查啊，你们先坐那儿待会儿。你怎么不拦着他？你也有责任。是我没劝住他。现在进去多久了？主任。主任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哦，林院长、张院长，刚才病人的 X 光片我已经看过了，左边两根肋骨骨裂，有没有危险？如果是单纯肋骨骨裂的话，不会出现什么问题，休息一段时间的话便会痊愈。关键是害怕出现内伤和内出血，特别是肝脏和脾脏是否破裂，颅内是否有积血，现在这些还不能确定。所以啊，我们还是要通过腹部的彩超检查、胸部和腰部的 CT， 还有脑部的核磁共振才能显示出来。对了，还要再检查一下软组织和骨骼。要多久？你们先别急，检查的事能着急吗？对，林院说的对，查仔细啊，全面检查。请你们放心，一定要相信我们医生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医生啊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